打六人得小心点，他这个东西爆发太高了。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解决方案。下面这个兵血量有点掉到一半以下了，这个兵得挖一下。不好奶，这六人好油。完了，挖机来了。就你他妈有队友，
玩好。这波换血有点太激进了，扛了三下塔，好疼。全力的等一下被动呗，必须不计代价，不计后果。等待主程序启动。友善是如此乏味。毒蓝好高，啊，我一半多的血他敢大招飞过来，我控制抵消了呀，他顶我的那一瞬间我控制抵消拉开了，他根本 A 都没 A 到我，他就把我顶起来 A 了一下，我就飞走了。他凭什么敢大刀飞过来的？现在大师还能双排吗？什么叫峡谷之巅可以双排？射击上麦有毛病吗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逃命也只是徒劳。绿文不落呀，绿文那个英雄哪里落了？等待会带来丰厚。技术将被控制。绿文起码能操作呀。成功。
被光线逐步消失黑暗。你管这玩意叫洛，你管绿文这玩意叫洛。我说实话，你绿文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英，如果你玩绿文，你觉得绿文这个英雄垃圾的话，那只能说你水平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开地图炮了。你玩绿文，你觉得绿文这个英雄垃圾，那说实话，这是水，你水平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我神分了。